停的真的有点久啊，这个必须得要赶快在第二节想办法解决啊。对，古毛维加外线发射进，总算解决了五分多钟的。杨将真的是蛮豪华，威廉斯在禁区里面可以去扛德古拉，那 Cousins 就可以往外面的地方去做移动了。这个抛投进算有犯规。哦，那德古拉230，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刚才那种身体对抗性是可以跟德古拉抗衡。他的手大概跟德古拉一样粗啊。哇，外线的米可投进，追进，给到篮下，这两分摆进了。外线没有碰框，德古拉拿到球给到金恩，金恩给到古毛，高擦板进。的成绩哇 ，double double， 期望一下我们可能剩下七分钟，穿个五个助攻，来个大三元了。不是不可能呢、啊。不过暂停回来之后，另一的伊德纳没有进，德古拉篮板，转移过来，古毛维加上篮得分。尼克中路杀进去，自己上篮得分。电视的跳投没进，进攻端并不是他的强项。尼克弧顶三分发射进，三分球。说着说着，得分也来到双位数的十分，让一些今天还没有上场的球员上来有这个比赛的感觉。在篮下，米可两分。那猎鹰当然也是想要走出近期的这一波低潮啊。哇，米可其实能投啦，只是今天比赛的前半差一转眼又回到30分。对。五毛抛射进。